那个有一个求生欲特别强的经典的故事，就是老胡。但他这个求生欲不是一朝养成的，就是他觉得林志玲非常的美丽，很好看，女神级别的在他心目中。然后呢，我以前就问他，我和林志玲谁好看，他以前的回答是，当然是你了，当然是你好看。然后现在的回答是，老胡，我跟林志玲谁好看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自己？我不允许你这样说自己，他跟你能比吗？就属于这种，就你明明知道是假话，但你觉得 OK， 过了。对，求生欲太强了。如果他跟你说，怎么可以这样比？你跟他不是一个 level， 他在这，你在这。如果他这样说，离婚。哦。那我们两个人说离婚，经常说着玩。啊，就这样。真的，我就跟他开玩笑，我说我。小心我跟你离婚，然后他会回答我说我不签字。我以为会有什么高级的回应的方式。我不签字。我不签字。